今天我来到永和狂抽猛送，我们又来这里了，但是那个婷没来，因为他现在是稍稍起床的时间，对，他现在当母亲，所以他没来有点可惜啦，就是可能毕竟上次被他抽爆了，对啊，那这一次是要抽大家非常期待的鬼灭第四代。但这是鬼灭四哎，比较特别的是它总共90抽，可是因为它有12只模型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然后我们都觉得里面只有几只像炭治郎稍微有点歪，其他像是大哥是必抽，因为大哥的神韵还蛮符合的，没什么歪。然后我要一支柱大哥跟蝴蝶的，我要大哥一支柱义勇，那我改，我不要 A， 其他都要。好，因为他就是一支柱是可以换头的，就是猪头跟他原本的头，所以我觉得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实抽试水温。我们是不是又要挑签纸了？不挑。你不挑？我不挑。你不挑？你要这样子盖着，这样子。没错，你不能被那个签纸给那个被骗。我们上次好吧，来啊，那我们各五抽嘛。好。我看我今天拿到我的真爱义勇。好。我觉得义勇好像没有没有，现在一般场不能看盒子，一定要看里面的本体。哎，但盒子都丑，那本体这样怎么办？不一定。有这种事？因为海贼王都这样，还知道有些很丑，本体很好看。哎，我有抽到五彩呢。好。那我要先抽五彩。好。毛巾， Bye. 毛巾，再来，好紧张哦。毛巾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90张，哦哦，哎，90抽硬哦，很硬哦。H 是谁？ H 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哎，翻一下。H 是小电板。电板，这是国小，我们 小时候的歌名。因为鬼灭的族群比较小朋友，对，所以电板对他们来说是很实用的。谁啊 ？F 义勇啊！哦，富冈义勇，我错我了。哦，可是你刚才说他很歪哎，我没有讲啊。捐出去吧。没不没，我要先看实体。好。哎、欸，我错义勇哎、欸。可以。那就叫大哥了啦。毛巾。哎、欸，可以五抽一次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可以哎、欸。我觉得这次的难度太高了。90抽嘛。对。好，换你。他的签子特别大张。哎、欸，因为之前都蛮大张的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之前都蛮大张，都没特别讲。你盲抽毛巾。哎、欸，我都忘了后面有哎、欸。哦。你抽，你又抽义勇哎，有大哥哎、欸。对啊，大哥哎、欸。上次大哥都有大奖哎、欸，上次的。嗨。捐捐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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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捐是吊丝。啊。可恶！好不好？可恶，大哥。来，大哥的毛巾。做一张了。做一张了。你哦。又是。吊饰。怎么办？可恶！我想再五抽。好啊。你吗？我两张。来啊！我先拿。哎、欸，没有带婷来这里，这里是婷的主场哎、欸，好可惜哦、喔。真是太可惜了。对啊。我就说再两张吧。大哥出来了。对。对啊，大哥好像很少只哦。两只还一样。最少是一只猪跟蝴蝶人，他们各一只而已。哎，大哥。出来了，我觉得无所谓了。哎，要不要再抽嘛？要啊，当然。毛巾。换人。可以耶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我刚刚吊牌这张啊，那个小巴内我要留，我要拿三张嘛。嗯，我刚刚是拿角落的。我没有在信的。三张，噔噔，先从小巴内开始，他刚吊牌，他刚折出来，那个电板，电板到底是什么概念啊？电板，夏天到了，可以扇风。好。吊饰其实是就是最我们最不喜欢的。电板没了。我觉得可以啊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我们抽到水柱跟岩柱、欸，哎，可以。水跟火，那我们先看那个奖品。好。吊饰真的是也不用看的啦，我们抽到三个。那吊饰这种后面软胶，它这是做圆形的，旁边有他们的什么柱这样。可是因为我个人对吊饰是完全没有兴趣的。再加上是 Q 版。没错，因为我不喜欢 Q 版的东西。好，来下一个，我们来看毛巾，这是毛巾。很棒，我觉得很有诚意，而且一定要拿9柱的。
欸，这个，欸，这个是一定要裱框的，这些毛巾都可以裱框的。对，你看它这是完全还原动画的那个，没有歪的那一种。它动画应该直接动画下去印的，这个九柱一定要拿，这是长的。然后我还有拿一个善意的，然后再来是短毛巾，一样有九柱的，这是 Q 版的，还有长短跟毛长短毛巾，我还有拿一个义勇的。对，毛巾总共有十种，然后蛮多可以挑，大家可以自己挑。这个垫板，我们看一下背面，总共十种垫板。哎，我最喜欢义勇这个啦。不想要大哥。无产。无产也好帅哦。对啊，我们看一个好不好？没有看过垫板哎。垫板就是小时候就是拿来剪边边，然后插在怪兽对打机那边一直牵，一直牵，一直牵。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怪兽对打机。有啦。真的吗？现在小朋友知道吗？知道，现在光荣最新的就是带一个手表，是运动手表，你只要累积的里程，它就会进化。真的假的？最新的，前几天刚出来而已。哎，双面，双面。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垫板，哦，这个垫板很适合拿来牵怪兽对打机哦。官方发糖，他们两个 CP， 这样懂意思吗？好。官方发糖，我是喜欢他们这个 CP 的，很棒，很棒的垫板可以。哦，哎，它的图片真的感觉有一点点歪，可是我要讲，比上次的义勇。再好一点，他在修正。哎，欸，我觉得他们每天出都一直校正，一直校正，他们为什么不一次校正好再出啊？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个原型师吧。哦，那义勇，这个我一定自己收啦，因为就算因为义勇我就喜欢啊。啊，那出了一个那个义勇1800，那个水那个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1800完全没歪，我想买才1800哎。买啊！我要买那个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再来是衣裳，衣裳的这一次鬼灭四的大奖。因为像杨说的，它有效果键这边。对。哎呦哎呦！你知道这只是怎样吗？这只拿去给那个人家去改颜色，稍微改一下变精致的，它就超帅的。而且你们仔细看它五官，完全没歪。我要回去看本体才知道。哦，我现在都要看本体啦。可是以图片来讲，是完全没歪啦。对啦。这个哎，欸，你很屌，你抽到大哥，直接把大奖逼出来。对，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就是一只柱这个啊，我们没有抽到，而且还全部只有一个，它可以换头。烧头雕啊，所以这个 CP 值蛮高的。这基本上大家都会换这个头，因为这个头有点粗糙。哦，那这个蛮还原的。对啊，这就是鬼灭式的一番赏。那我们是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，可以跟朋友来包套，或是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获得，因为这12只模型其实都还蛮不错的。对，好啦，那这就到这边呢。我们在永和的狂抽猛送，哎，欸，还是可以啊，这狂抽猛送的气场还是很好，啊，还是很好。如果今天停奶，可能15抽都全包了。哎，欸，对，停奶就是每一抽都是模型啊，只是可惜没来，直接被抽，被老板逃过一劫。直接被套。对，那影片到这边呢，就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。拜。